现在做的是商品的测试。这台车是 IS200T 哦，前期的，那跟后期的在17年的时候交接做了一个差异，比较大的差异在排气管哦。其实基本上是我们都是共用，其实这次包含就是塑胶材质的时候，我们公司设计上有几个优点，就是第一个，你改 200T 把它升级，它的目标是仿 RC 样式，就是 RC 350的装置。这个爆规线呢，它是也是 RC 的 RCF 的爆规线，这两个元素结合起来哦，让 Lexus IS 200系列包含 300H 做升级的部分。那这转子是可以拆的哦，那质感都细的，分色都很方便。排气管当然也可以进行更改哦，那圆形的排气管可以直接选择安装哦，可以选择菱形的，比如说是 N 叉或者 IS 200T 啊，也可以用四出排气管都可以进行改装。这个黑色后下巴是可以拆的，那它也有碳纤维材质。那我们稍微把镜头拉远一点，看一下车子侧面的高度哦，锚杆的高度跟侧面的高度哦，其实是保持很对称的一个比例。待会会让大家再看到安装完之后的这个整体的表现，好看质感如何。